战战兢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反扑。大家没有因为落后而放弃，就是奋力一搏。哇，胡仙，漂亮的往后传，球只能够往后传，摆脱掉。战战兢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反扑。我们可以抢到一个防守成功，我们就会每一个过程，我们其实都处于落后。大家没有因为落后而放弃，就是奋力一搏。现在是防守问题，我防一颗就会，不要急着上去。胡仙，胡仙，漂亮的往后传，球只能够往后传，摆脱掉。不要怕输，我们全力冲，这会是我们红队最团结的时候。哇，哇，你准备了最后一棒，五飞上加上马超轩，王庭筠紧追赛后跨过对方篮下。我们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，要把这个气势一直延续到总冠军战。第二次是跳100次，飞机成功，五十人大跨步。哇，不急，这边求稳，小龙下来，每次都是一次进，哇！今天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，小婉杰，呀，又一次破纪录，再破大会纪录，29秒零一。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球类女神林思芸宇宙，其实一直可以看到啊，像上次的我们的三分球大赛啊，或者是平常的练习啊，林思芸都展现出高峰的学习力。林思芸的运球有点瑕疵，不过还是呢顺利的过了五个角锥。我觉得其实刚刚林宇宙助攻传球一球的投进，也激励了林思芸遇强则强。来来来来，不急，这边求稳，小龙下来。林思芸都是一次进，哇！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。小婉杰，还有一次破纪录，再破大会纪录，29秒零一。林思芸是我们唯一全明星运动会目前的女生抢进30秒内的女选手，林思芸的表现实在太赞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对，我关键真的在最后的罚球，女生的罚球跟男生的三分哦。是，哇，林思芸，那真的是练习完全在这个场上展现出来耶。因为呢，他刚刚的每一个点都是一球进，非常完美。对，很完美，堪称完美的表现。